这家在英国享有盛誉的自行车制造公司，在我国遍访了全省十多家规模较大的自行车零件制造厂跟装配厂之后，表示我国的自行车制造业已经达到国际的水准。如果能够把部分的缺点改良之后，在国际市场中将有辉煌的前景。这家公司计划明年在我国采购150万辆、价值6000万美金的整车，其中还不包括其他的零件和部件。今天这家公司还展示了一辆全部用我国产自零件所制造的。